今天再次挑战木头人游戏。不能怀有侥幸心理，一定要把握好节奏和规律。这个傻兔子的眼睛太可怕了。这一局毫无压力可言，再来一局试试。这个家伙到了终点了，还是被击毙了，真是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这个姿势真的绝了。